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来抽这个白富龟无相的卡池。我是比较想要白富龟，抽到白富龟我就要撤退了，就要去抽宇文拓了。好，我们来开球吧，抽，给我来个白公子吧，我敲，哎，我有加趴数了吗？好久没有画这个了，抽起来，各位，抽，没有中，很好，没中，预料之中的事情。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啊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担心，各位不要怕，我趴数还没有增加，没关系的，我还有时间。这白公子就是用大屌炮攻击他，百毒不侵。毒奶，给我毒奶，毒奶。哎，我怎么画的好烂哦？第二次，会不会乐极生悲呢？啊，哦，反正直接他妈的直接歪掉啊！哦，啊，紧张啊 ！Go 白不乖，干你娘的，鸡歪！不是什么幽金，我只是我自己。虽然我没有，但你他妈可以不用出来好吗？我不需要啊！啊！而且好像我没抽到了，真是毒！妈的，那这是我一定要抽到底了、啊。好、哦、像是新的奶哦，不是毒奶，也是奶啊，好不好？到底在讲什么啊，你们？我要 fuck you！ 看我刚刚那么兴奋，怎么今天好没礼貌？我快没有十字印了啦！我还要抽宇文拓嘞，那我直接中白富贵死是不是？那、啊、没有啦，气死我了！狮子抽。给我白公子，给我公子，望毒归心啊！归心似箭啊！给我将吧，干没将？好啊，都这样啊，没关系嘛，都这样啊。抽歪也休息，抽中也休息，到底想怎样？别闹了，百毒不侵啊！啊哈哈！给我毒奶，给我毒！哎、欸，至少我二十抽中绝也不错了吧？算是歪的。干，fuck you！ 给我力量啊，你们！给我一点元气吧，让我聚集一下元气弹吧。你们心中是不是要诅咒我歪？你不可以这么坏啊！就跟你们说，平常要扶老奶奶过马路嘛。我敲，抽，会不会中？让我中吧！我心情已经很不好了、欸。上一个面试没有上，已经很不爽了，还不够降？跟妈的鸡歪！完了，运气又光了。正在刚刚第二次抽了，我、哦、不想抽了啦，好烦哦！球，结果来的是无相，干，那我就真的不抽了、哦。来的是无相，我直接不抽。好，第七十抽，哎、欸，第八十抽，第一次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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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同派首座弟子白富归，见过了。听说有人称我为赤脚医生，那是他们不解我崆峒艺术的精髓。看不到了没有？哦，看到了没有？厉害吧，厉害吧，给做台词了。哇、哦，舒服！哦，太紧张了吧？你的耳，大家小心啊！抽卡的时候是很兴奋的。帅，帅，太帅了吧！哎，大家知道有一首歌，张学友有一首歌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歌词是"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嘟嘟嘟嘟嘟"，你们知道这首歌吗？好了，想必你们是不知道了。哇，舒服。请问，阁下可曾看到过天玄门？不过这时装，我觉得这时装也蛮帅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派他上场，不过按住我就练一下。每次都好，好，接下来补抽这个失血之人哈，因为我没有抽到太师啊，补抽。好，轩辕神力，拜托啊，给你面子吧。如果再抽到小雪，我就、哦、没有，应该是不会抽到满啊。不要不要不要小雪了，现在的你，连我的一根指头都敌不过。干！我现在咳嗽、欸，哎，完蛋，我是确诊啦！二三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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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干你娘嘞！几月就是小雪。有消息！啊啊啊啊！不玩了啦！不玩了啦！不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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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玩了。哦，我不想，我不想抽了啦！我都是消息！啊！哎呦，好累哦，人生好难哦。我没有拿到 offer 已经很难了，我人生已经很难了，我已经预祝了一个礼拜了。你现在还给我这样子，你到底要我多少星小雪嘛？你说吗？不想抽了啦，当初就是抽轩辕剑，把我的时间全部耗光光了。鸡掰。我们不放弃，继续啊，继、哦、续！我现在已经随便的啦，随便啦，管他是不是小雪，随便的啦，随便给我一只啊，无所谓啦，只要中到绝就好了，随便啦，随便随便，我不 care 了，随便随便，没有太师就没太师，青菜啊青菜啊！不要再说你不累了好吗？如果等一下抽到绝又是小雪，我真的是，我可以去买乐透了。我等下明天就马上买，应该是没中了啦。那那么爽呢？每次中绝，只剩30抽可以中绝。还没中了，连绝都没有，应该是没机会了。就跟我的人生一样。就跟各位人生一样，永远交不到女朋友啊，一样的意思。我们永远没有机会交到女朋友的哦。剩20抽了，应该是不会中了。哎、欸，干，还真的中了！不要歪啊，不要歪就好了。一二三，第四只。一二三，
哎，吾乃天女子风，此番下界助尔等一臂之力。哎，这逼我一定要再凑下一次就对了。28天以内我要凑齐，但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哦？哦哟，这我也没有，可是哦，好烦哦。哦哟，好烦哦，哦。70抽，刚多少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0抽两只绝。好，把这边抽完了。哦，那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可以补齐？28天以内。好烦哦 ，fuck you！ 好啦，就这样啦，这是。失血之人呢？这边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70抽啦，70抽就是两只绝啦，小雪跟紫风没有我要的太师。然后白富贵这边也是70抽，然后两只绝，一只歪吃链，然后后面中白富贵，就这样子。好啦，这个抽卡的就到这边啦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哦，看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他妈的有多衰，一直抽到小雪，就是没有太师。哦哦，先把小雪跑满，没错没错，好啦，先这样子的，好，就这样。